新消遣队妈妈的大型双标现场，有危险时。我想我妈了，我想我妈了。哎呦！我想我妈了，我想我妈了。妈妈。没危险时，我宁愿翻。我来跟我说，儿子，我给你做个饺子吧。再出来就是一碗馅儿，一碗面片。我妈做饭确实难吃啊，我妈做饭太难吃了，太难吃，那不是人吃的。不能点外卖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妈妈做饭实在是太难吃了。你有想过我们在过年的时候点的是鸭货吗？我就我是真挺狠，妈那不一样，我小时候就跟我